人参鸡、海鲜煎饼、猪骨鸡、酸菜啦，是吧？第二天早上，雨好大，哎呦，雨大，好吧，我们先吃早餐再说。现在来这间叫什么？莱恩咖啡。要破脑袋了！破脑袋了！哦，它是硬的哎，搓旁边呐！啊，快吸！中间那个应该是冰啊！我怎么觉得？能把它盖起来很好。说，韩妮，为什么你要这只熊？因为它很可爱啊，很好摸哎、欸，很好摸。意外走进来这间韩国的，看，它在播放音乐了。算了，这个很可爱，是行动电源插座哎、欸，买一只熊就可以了。来喽，不能再干哦。干，真的超夸张！红大这边沿路看过来，全部都在卖女生的衣服、裤子，而且真的是超平。那你要不要买啊？等一下那个颜色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是运动版，没有没有上。你有吗？有啊。5000韩币，大概150。所以如果喜欢韩风的衣服的女孩子来这里逛街，应该会疯掉吧。好像不小心走进来小有名气的韩国老店了。因为他有好多报道，很多名人好像都在这里吃过，但价格非常便宜。不过我比较喜欢吃干的。走哪？李大，李大，来李大干嘛？逛街。逛街。而且李大这边有超多小吃的。如果从首尔站出发的话，我先坐4号线，然后转1号线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说，转2号线过来。好啊。哎、欸，你看旁边这个小吃好多人哦。干嘛？炸的。我们要怎么点？炸。年糕。你要那炒年糕吗？One, one. Oh, How much for this one? 5 centimeters. Oh, mix. 5. Shia. And the pot is? 土豆. Oh, 马铃薯啊。马铃薯没有选个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。鱿鱼。And this. 鱿鱼。来。And this. 红包。再下。好特别哦！反正你肚子饿，你吃得完哈。嗯。好好吃的啊。看，谁准备？谁准备？干，好多女孩子哦。这里好特别，下一天肯定会积水是吧？一定有排水的啊。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地方。这边是图书馆。图书馆。这也真的很漂亮。现在准备走回去了，准备吃晚餐。回去住宿的地方。放东西放完出来再吃吗？对啊。难得出国没有把自己搞要死，虽然我的肩膀是一样酸痛的，至少比澳门那是好一点。小吃摊啊，平均价格都是3000左右。哎、欸，还有中文啊？1公斤，哎、欸，这样算贵吗？啊，算贵啊！
大杯啊，吸得很爽。走，买炸鸡，然后去旁边坐着吃。我错了呀。这个吗？要。你不要捏宝宝。哇！Thank you。감사합니다。那是什么？弄火的蜂蜜芥末。超好吃的。快啊，拌一拌啊，不要不要变锅巴了。他把饭拿走啊，因为你吃石锅拌饭就有饭了啊。哇，这是晚上首尔的夜景，我们宿舍附近的桥很漂亮。你一直拍我干嘛？走，回家喽，开心吗？冰起来不就好？不知道哪个白痴，韩国这个牛奶，干干杯就干杯吧。从昨天晚上就喝到现在，白天还一直在喝，喝到我都觉得有点怕了。再喝啊你，啊不是很爱喝。我们要吃什么？现在小有名气了，都是土俗村二分了。养殖跟非养殖，人参鸡、海鲜煎饼、五谷鸡、酸菜啦，是吧？我觉得应该吃得完吧。超普的，全部就是我们有点海鲜煎饼而已，连隔壁都没有点海鲜煎饼。人生机发生一个很囧的事情，我想被干，没错。可重点是因为房产是房东借我的，我想要还给房东了。他妈，我只有花4000韩币再买一把伞，等下还给房东。拜托，你这把伞说不定比丢了那把伞便宜，因为那把不是自动伞吗？不晓得他会不会认得。他会认得，颜色差那么多。所以我应该买一把颜色差不多。谢谢。以前皇亲贵族吃的甜点、点心之类的，要20000块，茶5000块，水果茶，那不是有事情？我们现在只剩5万。看韩国人都高挑，身材又结实。我身材也超结实。